我打他那个后面的内踝底下面，还有个照，好，照还点住，往上勾。好像是这边内踝骨，内踝骨这两个头，对面那个好像是高起来，深深海，深哎深脉了，深脉深脉深脉，都是很抽象的。老师，你在他垫这个这后脚，他怎么能关上？啊，不是，我就勾起来，赵青要把它勾起来，把它勾起来。这就是一个是控制它不动，一个它不动要控制它动，两个完全意义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模棱两可就不行，一直在瞄对不到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哦，这个东西你看，这也没有对到。没有对到，对到，对到。这个哈、啊、跟自信很重要。你只要不去看他的内踝，你大概的位置就内踝的位置下，那你就点到以后呢，勾起来，乖乖的，他不动，我要使他动。上面他要动，他一动就糟糕了，他肯定不听，不动而动，动而动啊，叫他不动，不动的叫他动。我教你嘛，这可以啊。所以那个造型，他那个起势力要放下来，他直接就是对着造。对啊，这个就是告诉你，你看我这样过去。你看啊、哦，我现在没有，你看都没有啊。你看，两天，两个晃，两个脚，哦，很清楚，对不对？那你会说，我用语音来辅导他，也可以这么说。啊、哦，但是你以后做对了，他都不知道啊、哦，他觉得那个人就起不来。这个松肌力在一个。